充个电吧，我在充啦，干，我不在充了吗？对，我一直在充啊，19%，它19%很久了。你看那边有个小电池的符号吗？只有玩中路会赢的，这两把就是我说的很惨的那两把。我前阵子觉得狗头人蛮强的，但后来觉得狗头人好像又还好，出关有点慢。你变大魔王的时候，对面早就已经有两只什么伊利跟范登等你。而且现在这个时代，范商都这么多。版本中路谁强？版本中路啊。我原本觉得阿里，但我现在觉得杰最强。杰可以杀爆所有现在的中路。我看到有一篇，之前也说有个篇钻石的，他说什么现在 T1 是最强的是龙兽，大于酒桶等于阿里。但我后来因为龙兽打不赢刺客啊，所以他说龙兽强，我觉得不科学。但他是钻石嘛，没办法，等我打上去我才能推他。我玩了匿名，玩了几次真的是垃圾，匿名真的是垃圾，因为这里面血都太少，每个人都打超痛。那匿名就是匿名打完也很痛，但是匿名打不太到人啊，匿名手就太短了。人家是一个阿里途径你，杰途径你，菲斯途径你，球女卷你，你都挡不住。所以虽然说这中路没有进化，但是匿名的确实就手太短了，那阿里前两等很狗。被他清到塔下就直接死了。我上次会被清到塔下被杀不是没有道理。我最近玩阿里发现很多傻逼都是这样被我清进塔下然后死掉。你就继续乱丢。来打野，这时候就是 gank 的时机了。他在吃果子了。没事，我强三等。不要再接 Q 了，杰森。嘻嘻嘻，哈，傻逼呀你，傻逼东西。发财发财！从现在开始跑线，妖梦轨道出来之后，这游戏妖梦轨道有点太强，不用按，自动触发。杰大招跟其他中比起来 ，CD 太快了，前面40秒一个，阿里80秒一个，等于你用大绝做一次事，阿里要等两次。干你！哎，我看你那个 W 都会出现在人家后面呢，为什么我的 W 会出现在另外一边呢、啊？到底怎样？人他们接完结都接超顺的，都直接 RW 三个 Q 下去，那我接 W 通常都会飞到很奇怪的地方。他们该不会不是用自动瞄准吧？用手拉的，那他们手速很快、欸，那他手速很快、欸。啊！被烧死了。嘿嘿嘿，哎，一票人下去了，一票人下去了。就是不知道怎么他的那个 W 又跑在这里。懒得研究别不怎么下载 ，OK， 没事，到时候台服出了，我带你飞。
中野联动嘛，那没什么问题啊。中野就是这游戏最重要的角色，开 AD， 稳定上分。对面直接教育是指中路，感觉会有个傻逼过来。干你最好又知道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真假的啦？草丛是假的，是不是？都打 PC 的 low 吗 ？PC 的 low 等改版或等结算。现在打没什么意思啊。点个蓝，点个蓝很怕按到闪现。哎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这么气呀、啊？你这么气呀、啊？加闪，加闪！南特一定有玩的啊，他们都要转欸，爸，会吗？不知道日服怎么玩就是了。到时候就有个老 HQ， 什么黑牛、兰特、西门，充个电吧！我在充啦，干我不在充了吗？但我一直在充啊，19%，他19%很久了。你没看到那边有个小电池的符号吗？哇靠！他怎么也这么痛？哎、欸，漂亮！他也出电刀，他是丧心病狂。呜、哦、呼 ，Jacky Laff 站出来了。欧拉夫在这个特别强哦。哎、欸，卡了。我欧拉夫算比较少遇见哎、欸。我真的蛮少遇见欧拉夫的，但是好像遇到的都还不错。没意外，东南亚衣服像玩日服一样会通。哦，在尔正要办台湾登陆，马来西亚跟日本都一样。